水沟这里有三枪哈。哦，真的。水沟这里有那一只，那一只有在那里有。左边很漂亮，角又很高，有没有？左前方有没有？老三江的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角那么长有没有？有没有角那？老三江啊。哦，老的。哦，这叫老的三枪。啊。不错哈，海到海这里还看得到，你看啊，真的今天运气很好了，连这里都看得到。这一次是公的，我们的那个鼻梁比较黑，比较明显，连那个字形的，我看这是公的。一枪三枪啊，离开佛山那边就一枪的毙命了。对啊，你们台东的那个三地同胞说被警察抓到，啊，你为什么把我打三枪？他说警察大人哪有，只有开一枪而已，哪有开三枪，对不对？我们车上有九位还是八位啊？大哥，你有喝酒吗？有九位，还是八位？我只有开一枪，哪有打三枪啊？68年，我爸那空气枪都已经缴回警察局了。啊，猎狗还好是养在朋友家。今天起诉一个台东。不是你同我打电话对吧？打电话我过久咧，就是打着保一的。台东挂掉。我妹妹的同事，她在台九撞到保育类的，赶快下车捡起来放后车厢。他们原住民有枪，对啊，用枪去把它打，被起诉。7年里，罚款还不止10万，还是无人有人看到。像我说我妹妹的同事撞到保育类，紧甲捡倒来后车厢，会用得通吃。哦，啊，迄来啊，有一次哈，我要，啊，不然你还要报案哦？没有，我去太平山有没有？就带客人要去看日出有没有？哦，早上10点。啊，结果在车龙武林道那边有没有？在差不多3公里那里要进去。啊，结果前面的轿车去把他撞到那一支三枪，啊，撞到他轿车一惊，你知道吼？他就不甩，他就一直开走。啊，因为我车队在后面，啊，我就在他的后面看到他撞到三枪，啊，三枪就被撞得蛮严重的，就倒在路边了。啊，我就下去，我们车队4、5排，我就说。啊，我就叫另外一个司机说，赶快后车厢打开来。哦，他说，啊，那游客那个客人问我说干嘛？我说要先救护他一下哦，赶快把他带到车上，等一下带去警察局报案。嗯，哦，对对，嗯，啊，结果哈，哦，带到厨房，不用报案，直接就到厨房去就 OK 了。对呀，对，哪有这么傻还去报案？